如风说梦幻，八卦天天看。一 F 哥五特殊童子打超敏捷。昨日，紫禁城神豪 F 哥给自己的五特殊童子拍上了一本超级敏捷技能。超级敏捷与高级敏捷技能相比，好处是有 5% 概率额外行动一次。二，浩文总结伏战秘籍。2024年的武神坛之战当中，浩文指挥的绍兴剑湖伏战队连续四个月杀进了伏战16强，和剑湖同等硬件的伏战队几乎没有成绩比他更好的。浩文对于这样的伏战成绩也非常满意，他在直播当中专门公布了伏战秘籍，罗列了各种伏战阵容的优劣势。三，新出160极品流云女衣服。来自热心粉丝的投稿，他在鉴定160女衣服时狗脱附体，炸出了流云诀特技，并且这件衣服出防达到285点，提敏双加了60点，整体属性也非常给力。四，半总拍好鱼岛烟花。新加盟鱼岛玩武装的半总昨天已经拍好了转服烟花，他会将原来的伏战宝宝包括谛听和镜台神马宝宝等全部带去鱼岛，